四位好，首先恭喜曬冰同埋子瑜先，即係入咗位啦。啱啱有咩感覺啊？我唔知啊，我個魂魄好似都未翻翻嚟咁，我而家仲感受緊嗰個喜悦。啊！實在太開心，因為聽到好多熟悉嘅名字啦，我哋嘅工作夥伴啦，同埋各樣大家都有好嘅成績咯。喺今年真係好開心。我啱啱其實我開始之前咧，我都叫自己管理好啲表情嘅，但係當下真係有少少禁唔住嗰個喜悦，之後就笑咗出嚟啦。係啊，多謝大家。但係有冇估到啊？即係見到韓寧嘅表情嘅時候？就係有少少估唔到佢個表情就係我專登曖昧少少，等佢有翻種緊張嘅感覺。係啊，佢個表情好50%咯，因為我啱啱未開始之前都有傾過嘅，之後我就話唔好俾希望我啦，我會好緊張啊，咁所以係我之後聽到之後都好開心。我頭先係完全唔敢望你個樣咯，我係望前面，聽到我自己。係。多謝你，你。呢個是我聽得最好聽我的名字的時候。廖子瑜。你叫得很好性感。你有冇擔心過子瑜在你旁邊會暈低啊？興奮到。又冇，佢比較擔心係因為佢著咗好高嘅高踭鞋，咁出場嘅時候都驚嘅。咁我就話唔使擔心啦，我扶住你啦。咁就點知喺一個嚇好突如其來嘅位度，我都爭啲扶佢唔住。係。即係嗰下佢都係有啲激動，但我都戥 Fitch 開心，因為其實我同阿 Fitch 差唔多時間出道。嗯。咁見到十幾年啦，又係見到佢同小野咁，仲有阿冰，咁我都覺得好戥佢哋開心。但啱啱子瑜咧係喺揭曉最佳男主角嘅入圍名單嘅時候咧，特別激動喎。係啊，咁有五個名字啦，我都唔敢往下睇啦。見到第一個、第二個、第三個、第四個、第五個，會、哎、哦，真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。係啊，恭喜子華。但是比你自己入圍是更加開心的，見到你是啊，是啊，都真的很開心、是啊，大家都很努力 去做戲啦，是，還有這幾年香港電影 都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出現，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咯。咁其他人有冇話邊啲入圍你好戥佢開心啊？係朋友仔啊？余香瑩，哦，即熟啲，真係聽到佢哋嘅名字嘅時候都覺得好感動，因為即始終我哋同輩嘅演員，我哋好努力想要表現而被。大家被金像獎認可是很難得，很開心的，因為即你一步一步上來見住他們是 suffer 在個角色上啊，見到他們的努力啊，還有成果出來是真的很好啊嘛，所以真的得他們很開心咯。咁阿謙呢排咧，即係台灣比較多啲啦。翻嚟之後咧，有冇覺得感覺唔同啊？即係參與翻呢個。喂，有啊！即係講翻廣東話係舒服好多噶，真係。同埋即係會好 feel 到係大家一家人咯，一份子咯。咁其實我都好戥阿簡同埋阿卓開心嘅。嗯。簡君俊同埋卓謙，因為我成日覺得演員好多時企喺最前咧，係好容易成為焦點嘅。但係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新一代嘅導演同埋特別係編劇咯。即係我覺得一個戲，我成日覺得編劇係最重要。冇編劇咧，其實導演做乜嘢，演員做咩都冇用。咁大家留意啦，簡君俊、卓力謙。冰同阿玲，你兩個嘅連續劇都好多提名啦，有咩感覺？通常你自己讀出嚟嘅時候，好開心啊！我啱啱完咗之後咧，就睇電話啦，睇啲 story 啦。原來我見到阿卓佢哋係一班人喺 studio 度睇緊直播嘅，之後就 tag 咗我哋，係咯，見到佢哋都好開心，我都好開心。
除此之外仲有《白日之下》都好開心，呢兩套戲都係我參與咗，同埋我覺得好幸運參與到，而今次見到呢個成績，我係覺得好感恩嘅一件事。入圍會唔會有慶功先啊？提前慶功咗先啊！哎，幫我反映一下。會唔會有慶功咗先啊？我想啊，我好想飲翻杯，我真係好需要啊！得唔得啊，江老闆？我話會，可能或者私底下同幾位，因為我哋都好熟，所以會飲啊！你一齊join。嗯，好啊。好啦，thank you。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